恋恋过风剪辑狂潮，百万玩家扯马成发，我兄弟波梦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谁撤。然后今天是在《梦三国二》的封测期间，给大家打一场曹操啊。可能我这边会有点点掉帧的感觉，我看一下。掉帧确实会有一点，30多帧，40多帧。就这样吧。那这边我们家阵容就比较奇葩啊，我操，下路才4个人一起啊，3个人貂蝉打野没关系，那点签打野貂蝉的话，好吧，这把的话我曹操还是任重道远啊，要一个人托起4个输出的节奏，这让我怎么打吧。相对来说对面就好打一些，对面没有过多的输出，一个刘备和袁术赵统都可以进行拖节奏，然后莫林团像打架杠杆。曹操的话在梦二还是没有什么过多改变的，这边先点一个W 技能进行线上骚扰，短手元鼠跟他磕是不虚的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这边对 A 也是一点不虚，听歌的女人很美，小孩在问他为什么流泪。因为曹操这个短手的话近身攻击力还是蛮不错的，当然你这中路对线的话还是矜持一点比较好。你这边袁术的话有个一技能可以进行逃生，我也没必要前期就一直躲他技能，好吧，我承认是我手懒不想躲。这袁术也是学出名了，补刀的话大家还是就按照水车前几部视频出的教学那样，就进行走位或者是 SA。 大概你们厌中了，我都将苦当疫苗。咱们家黄眼英是拿一血了哈，那就好打一些，我的压力不会很大。中路的话因为对的是个元素嘛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杀的，因为他有逃生技能。我这攻击有点恐怖哦，所以说这浪是个病啊，小伙子，酒后多时了。对，就不跟他浪了，直接回家。像曹操好像有改版，就是技能伤害的话在白天不会减半的，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虽然说没有减速，但是也是一大福音啊。注意吧，我打算出一个节奏非常快的上面，大家不妨猜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其实梦二的操作界面的话用起来还是蛮舒服的，
像大家打完优势录的时候，可以就看一下他们家阵容有没有就是打野英雄，有的话也请先去骚扰一下。应该是刘备吗？那这边我可以玩死他们两个，也是黑铁了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秀智商啊。既然来上志愿组，刚刚想抓野的，结果他们家袁术和赵鹏两个人想一起干，然后差点被我干死，这就有点让他们比较尴尬。这边上有人保啊，有人保。这里黑还有两分钟，这边是不记得。一切都看眼神行事。这边发出小地图信号，这赵总没到，应该时间到了。那这边一波极限操作也是秀的，这边元素直接奔赴了火葬场，这还追过去啊？小伙子有点冲动了。哎，先是马腾的，好吧，想过去混个人头留个缝子的。这边有个曹杰，曹杰应该不会追我，居然是二的。那这边比较危险的就是咱们家的 C 位了。就让他们拿个人头，我好的。上了的话应该有点危险。对面灵统一套小操作打得还不错。对，没错，刚刚前面说的节奏比较快的装备，就是这个红罩。传到上路吧，下路不是很好打。其实这个时候传到哪路都不是很好打，因为没到黑夜，我这边不能及时放鸽子。哦，好计谋！这货。曹操的话，在第一个黑夜经常就可以把敌方节奏给带爆。我觉得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匹配，其实还是出场率还算是蛮高的。主要这个英雄的话，比较要求装备。这边上灵统，打算干他。哎，终于到黑夜了。那我这边就能可以尽情的放他的鸽子。这边直接 A 死，先杀人再杀鸟。刚刚让你跟我浪，我这个人很记仇的，兄弟。这边跟黄月英混一下，留他们上了塔。第一个黑夜，曹操的技能就全部会有加成 ，W 技能减速，然后 E 技能有计谋效果，非常非常不错的，可以在打团的时候给敌方造成很大困扰。这边下路他们还想干，这边红龙杖是个好东西，嘿嘿，果断收个人头。这边发现野生曹杰一只，你过来。
我把曹杰应该走了。在第一个黑夜的话，上不是黑夜，曹操其实售前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一套 W 一技能直接带走一波兵线是毫无压力的。杀戮的话，变一套爆发直接秒掉了啊！这也是顺势救咱们家 C 位一手。所以说曹操这个英雄的话，第一的要求点还是你的站位，站位好的话很恶心的。怎么样选择回家？其实我这个时候回家不大合适啊，因为我差一点点钱，先刷点钱吧。像水彻也有说过，你打 C 位不要老是觉得经济啊人头都应该围着你转，像刚刚貂蝉那样的就是一个错误示范，他总觉得野地或者之类的钱全部都应该他一个人掌着。水彻前面视频有说过，你打 C 位不要老是觉得世界跟着你转，因为你们家法宝需要带节奏，他需要更肥的经济和营养。这个头爆发打死他。像现在我基本上成了一个杀神模式啊，对，见谁杀谁。一个红龙杖加 W 一技能爆发，可以瞬间打出1000+的伤害。这边没有事干了，我选择找点事来干吧，比如说说一下他们家野地经济啊，或者是跟他们家的 C 位磕一下，是不是有人打野啊？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个刘备是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忽然就死了。这边咱们家袁术，袁术这边被秀了一手啊。那水车会为大家展示第二个小技巧，那就是用大根秒，有点难度啊，我试一下啊，试一下。大家看见没有？赵董是没有开启大招，直接被我用红龙杖给点死了。这个在上一个视频的小技巧有说过，就是如何秒杀赵统，你这个时候需要把视线全部聚焦在他的血量上面，然后这时候你再进行来预判，来拿捏他什么时候会残血，什么时候就是你他不会手动开大，这样打他一个出其不意，一个大根三级大根直接可以秒他的。他现在是没有抗魔之类的东西，这边我们过去可以一波双杀。像第一个黑夜的话，曹操啊真的就是一个爸爸级别友，当然前提是你等级上来啊，你这时候经济都无所谓，你等级必须上来，因为他 W 一技能加上三技能的遗书啊，可以放鸽子牵制之类的。那这边大家看好了，这边还会选择再这个元素，这个灵童看来等会应该秒他。我也算是看出来了，我们家人是绝壁不买灯了，那就我来补吧。这边可以选择再试一下秒杀上路，这边先把视野点一下吧。敌方野地比较通用的几个视野灯，水车这里也是点大差不差了。像庆功眼的话，在这里再补个灯。敌方野地是一片通明，有没有？
哦，这一头写家的嘞。林童，你得有多晒脸啊？这边因为赵董开了大，所以是不好秒他，但是我这边算了，不跟他们抢东西。也是打到15分钟直接结束了。这场打的是一个曹操啊，最后拿了一个最佳斩将和破榜。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关于梦二的最新资讯水社会在后面继续做出来。